哎，你拍完了，你穿睡衣啊？你干嘛？方玉现在被他凌辱成这样，有没有？哎，我还没有听到你讲我的，听说你把我讲得很可恶。啊，你还没听到？我还没听到，你完蛋了，不可以走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妆是怎样？被洗出来有没有？而且我刚哭成这样子，哎呀，声音都没了。对啊，不要这样子嘛，乖哈，不要哭。哎，这个画面不可能看到，在菲律宾我不可能看到，这是宝克林啊，只有在封面人物看到。哎，其实我们并没有打算上来，我只是来监视一下他们说我坏话。我跟你说，因为他没有，他刚刚说他最喜欢跟你演戏，跟你对戏。他说你有回应给他。其实因为他上这节目之前，我一再交代他不要给我乱讲。哪有啊？哎，哪有？本来说你正贤的啊，真的吗？这个时候你不觉得他比较像坏女人？他讲话咬牙切齿，然后一脸这样。对不起，其实，你们还是好女人，但是好女人。感情真的好好哈，你们真的是从这个戏才开始建立起来感情，之前呢？之前不认识啊，也没有怎么合作过。嗯，那真的是他变坏了之后，他变脸之后才有撞击这么多感觉吗？其实因为我之前只跟他那时候我们在新加坡有合作很短的一个时间，我们都没有一起，没有甚至没有同一场戏这样子，所以只是吃饭吃过一两次这样。那这一次合作从我大概过年嘛前回来。过年后回来，我们才开始比较熟的。对对对，前面我不敢跟他讲话，因为他脸都很臭。对他看起来冷冷的。你现在开始了，这样。没有，因为他是，我觉得你可以，你可以用瘦来那个脸。因为他妈妈有教他做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女孩，所以他就是很端庄这样子，所以我就不敢跟他讲话。你是处女座对不对？对。处女座就会这样，就是摆出很优雅，但心里其实好希望你过来跟我聊天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其实没想那么多。有点累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这样访问太多你们这剧组演员，所以我这样看到这两个做的，我又很不知道这个关系是什么，性别是什么，这你知道就是乱。其实我只是，我是大哥，不要误会。会不会编剧看完这一幕又性向又把你们两个倒过来？其实应该有马阿敏的是我，没有啊，他的个性也很好玩。他表面看起来很酷、很冷、很啊，一定要怎么样？然后其实心肠很软，就是心肠是很软的人啊。好了，这一集听说是在访问你的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。既然两个都在现场，我顺便问一个问题：就前后都传出跟男主角有绯闻？哪有啊？拜托，做做新闻了。我在怀疑你们的经纪公司，因为你们三个是同一个公司，会不会你们的经纪人？就是要传别人不如传自己。我是觉得基本上生过孩子的就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啊，你说男的是没有？哎，你为了要撇清，也不要去涉及人身攻击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家的这次我们三个的感情蛮好的，他每天打来打去，闹来闹去的。真的希望他准时下档吗？说真的，叶晨，那你觉得？我跟那个张荣峰说一起走。就是我们也希望说在最美的时候啊，然后这样子，我觉得尤其是状况最好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让他一个很完美的回忆跟记忆。其实现在已经是最高潮了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你去补个口红好吗？对啊，我这样一直看，其实我真的并没有想要坐上来，我刚刚只是来这边监视他而已。好可爱，你心虚对不对？但是我刚刚看了很久，看了一段时间，我觉得他没有把他本性拿出来。好了，我就说到这里了，拜拜。他今天真的是来闹场的。叶全真的探班让张峰叔紧绷的情绪放松了不少，因为随着大结局的逼近，常常在戏中大开杀戒的他，还曾经演到情绪失控，当场大哭，吓坏了不少同剧的演员。事实上，荧幕后的张峰叔不但不狠不坏，还是剧组当中十分爆笑的人物。一提起他一口操林呆的台语，霹雳火的演员们又是一阵停不了的笑声。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《绿巨人浩克》，然后张梦叔是绿巨人好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点超龄呆，像我们讲说天鼠狗，然后凤叔因为有超龄呆的特质，他叫天鼠狗。然后我们讲挂，我就是我挂都是挂，张梦叔会讲挂都是挂，我是挂不是挂。比方我们录那个
后果，国语的后果，或有什么后果，有什么好过，他就会有什么好过，那好过就变成效果了。那我想大家都知道，他讲话真的是有点大舌头啊。我改来跟我叫你家，你都搞不家。他那个啊的音都会往上扬的，你们注意看看是这样子的。不相信你就要讲一段啊。我叫你家，你都搞不家。你找我这人以后吃软不吃硬？我管你吃什么啊！我给你吃啥，你就吃啥。我吃软，你吃软；给你吃硬，你就吃硬。你乱吃啦！好了，我吃屎啦！其实他常常撒娇哎，对啊，他常常跟焦文哥撒娇，因为焦文跟我是属于在工作的时候是比较严肃的人，然后有时候他在那边耍宝玩乐的时候，然后比如说焦文的戏份比较重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，他如果在那会影响到，那也许他的脸色就会不太好看，然后凤叔就开始跟焦文撒娇，师兄，干嘛那么凶，脾气那么大。然后焦文就会赶快背剧本啦，两个都很机车就对了。像我在背台词的时候不喜欢人家打扰，但是像刚开始相处的时候，他其实并不知道我这个习性，所以他会有点聒噪，会在我旁边。叶子啊，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讲啊，今天我去那逛那个街啊，然后看到那个鞋子啊，哎呀，你知道多漂亮。然后那个店员跟我讲说啊，哎呀，周碧玉啊，你还来啊，啊，我可以算你便宜一点，打八折好不好？就不，一直讲。然后我也啊，嗯哼。到后来我说，我要背剧本。他现在只要看我在背剧本，他就会很乖的，然后自己也拿起剧本再开始看。嗯，你别把这件事算在我头壳顶。你做唔着代志，搁较这么大声。敢讲伊的死你免负责任，你安怎？你唔免搁讲啊！飞碟，你即摆唔管是讲啥，我听讲是废话。不会，你啊，你他妈撑！当然喽。麦克跑啊！麦克跑！老夫叫麦克跑，我拜托你麦克跑！你拄只讲啥？我听了唔是真清楚的。老夫叫，顶下正话又变乌了，紧的。哦，哎呦，啊那一日面是变啊这样不？紧，我真正出人命了。你知道他一向呢，也说他自己是背词大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一上场开始正式录了。甄碧玉呢，他会常常出现一个现象，就是他常常会，假设我现在在跟郑贤对戏，他说。静恒，啊，那是不要做，不要紧。其实那个啊，就是他在想台词。然后呢，他在演假碧玉，就是邢素兰的时候呢，也有这样的现象。可是他真的很惊艳，他换一种表演方式，他会说：“崩有三，哼，我跟你讲。”今仔日你若不是听，你若唔听我戏，你都知死啊！你知无？哈？你都在想台词。所以他现在哈，嗯，这就是他在演秦素兰的时候在想台词。哎，这是笑剧啊 ！NG 片段。哎不。我看全世界就我们看得到，我是真的有一点操你呆。好，我跟你讲一下，这样，就是因为我的台语就是我大概七岁以前，因为跟外婆住，我讲台语，然后呢，所以都是小孩子，然后音很重，鼻音很重，然后长大也改不过来这样子，然后就尤其是台语的时候就更明显，所以。他每次笑我就对了，很讨厌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之前才是酸梅嘴。什么叫酸梅嘴啊？就是他每次会这样，哎，导播给我特写。嗯。而且他那个胃溃疡真的蛮严重哦，他那个就胃溃疡都变成酸梅嘴不容易。一直胃酸吗？吐酸，老酸了。好了，现在大家都在吐槽这个叶子。哎，叶子你蛮会模仿的啊。对呀，应该参加模仿秀。对对，他那个眼神什么，而且你的表演，你那个专科的表演被人家处女座很可怕。嗯，
你也是吗？你好好说，然后好好讲。对，因为他们记性很好，而且他们记的是每一个 detail。所以当他把 detail 秀出来的时候，你是无话可讲，然后你就会觉得真讨厌，记性那么好干嘛？所以你那个。哼哈，那真的是吗？真的讲不出。其实真的不是，因为有些时候那个词哦，我是慢讲，所以我有些时候我要拉起来啊。有，我要改来跟你听好不？啊，这种东西，然后才能够拉起那个情绪，就是用。我才不是在想台词了。没错。哎，这是专科的，被你这样糗出来，他死都不会承认。对，死都不承认。不过这可以充分，你看大家在讲你的时候，那个每个人讲你的时候，那个很愿意讲出来，他们眼中的就觉得他可以讲一个小时那样。哎，基本上你是应该就是一个你刚刚讲个性很开朗，但不了解的，如果我是在剧组里面，我有一种人，我会这样觉得，他这种人就是他已经背好。你是已经背好剧本，然后过来闹人家的，是不是？刚开始会不会人家没心机，你心机又比人家重？因为我一定就没有心机啊！他很聪明，他花一分钟就可以被拒绝。他是真的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一分钟就可以。但人家叶子不行。对，我就是那个音常常 NG 都是，比如刚刚都是那种音发错啊。你再讲一遍，我叫你加，你有加什么？那个好长啊，什么叫你加，你有给他加？我们刚叫你加下，你有加下，啦啦啦啦啦。好长啊！但是那个预告几乎那阵子都打那一段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真的蛮开心的，就看到这个私底下的，我觉得看到这些人，就是说在休息的时候，比如说叶子在讲的时候，我相信陈昭荣很多人都在旁边听。对呀，给我记住。这个天地有情，你有没有？没有，叶子也没有了，所以其实这几天真的就。最后的倒数几天了，没有，我们同公司，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，还是会常见面。那其他的，你把其他的放到哪里？其他的就到我家来玩吧。完了，有人来串场了，真的假的？哎呦，我人缘真是好哎。等等，哎，请进，请进。我还没讲完，你等一下再进来。静言，对不起，我正在录影，然后顺便。一段功力下你在吗？一公里乌梅嘴的。酸梅仔、乌梅仔，那可以没问题。那我们来爆料，其实凤叔呢，我给他取了一个绰号，绿巨人浩呆第二期，叫做他来自潮州。你在讲什么？好冷哦。